这次的比赛是所有的棒球比赛是强度是最高的，那也看到了世界棒球，然后就是棒球是有机会。你刚刚是不是也有哭？你那样子的情绪是悔恨还是感动还是什么？可以谈一下。很复杂，因为这过程中就是我们相处的，大家相处很好，然后这个团队真的很强，然后就是这场比赛，大家看到满满球迷，就是输了球之后知道，自己好像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晋级，会觉得很可惜，因为没有办法在国人的面前，然后打下。赢得比赛，然后带台湾的球迷去东京，甚至到迈阿密，我觉得很可惜啊，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没有机会。然后我很想跟队友说，就是我爱你们。自从这次的集训，让我更了解了彼此。然后以后在场上，我们也是好朋友，但在比赛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很好的竞争对手。